近日，有个关于肖战的热搜引起无数观众朋友们的热议，那就是刘大锤说，关于肖战的 CP 都是假的。无数小伙伴围观过后，纷纷发表了自己内心所想。作为普通观众的我们，期待肖战有关的作品就可以了，其他的一切绯闻 CP 都是假的。不少观众直言，肖战可真厉害，连狗仔都来帮忙打假。由此可见，肖战的为人处事如何，当然就是优秀的无可挑剔了。其实，当下娱乐圈艺人想要有好的发展，人品必须过关。而经过大风大浪的肖战来说，就目前发展趋势而言，他经得住任何考验。这不，近日两大官方则是相互安利，分享了有关于肖战的动态。一是央视官方 CCTV 电视剧的经典角色与观众朋友们互动交流的安利，身穿红色喜庆，肖战则在其中。他饰演的吉冲可以说让观众过目不忘。除了央视官方的安利之外，文学作品官方青年文摘则是摘录了肖战的个人语录。在这两大官方动态评论区，我们可以看到观众朋友们可谓是相当的赞同与赞喜。所以说肖战的优秀程度大家都认同呀。所以说目前观众朋友们最期待的莫过于他的作品，想必今年预估要必成爆剧。最后小编只想问问大家，都被肖战的何种魅力折服呢？有和两大官方安利的一样吗？肖战未来可期，全文完。